外媒报道，日前英国球星大卫贝克汉姆再度传出婚外情，女主角竟是英国身价最高的古典歌手凯瑟琳·詹金斯。消息被爆出后，双方当事人都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，但这并没有令事件得以平息。凯瑟琳此后更是收到了贝嫂粉丝的死亡威胁，如果贝克汉姆和辣妹分了，我会亲手将这个女人剁成碎片。据悉，收到死亡威胁后的凯瑟琳感到很害怕，已经在第一时间报了警。在喧嚣复杂的娱乐圈里，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婚姻是被看作坚如磐石的，可层出不穷的传闻还是让他们的感情经受着许多额外的考验。